娱乐圈最是容易起纷争之地，周杰和林心如的舌吻事件一发不可收拾。难道十几年前的事情如今才开始真正的浮出水面？网友们纷纷讨论不止。周杰两次连续发文正面回对林心如，否认舌吻林心如，强调如果真，他自己为何当时不提出抗议，而是事后算账呢？这样的言论来诋毁合作伙伴，可见人品到底如何呢？而经过老公霍建华机场手指镜头与近期和周杰的风波后，林心本人也终于不堪重骂，今天关闭微博评论，文章写道：你们骂够了吗？前不久苏有朋也在采访中无意中透露周杰当时在剧组抢戏，这果真是和林心如一唱一和呢。可是偏偏在周杰怒对林心如的时候，赵薇把这15条心灵鸡汤分享出来的都是教人修心养性的句子，其中第6条被网友认为赵薇在劝解周杰在微博上不要如此愤极习俗，最好检视一下自己的为人。不过琼瑶终于站起来说话了，近日琼瑶阿姨出来接受采访时非常正面的回应此事。琼瑶谈及周杰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好演员，他尤其对情感戏和情绪戏的处理有着独特和复杂的想法，演技也是没得说，甚至可以说是《还珠格格》里演技最好的一位演员。在采访期间可以看到琼瑶阿姨对周杰的人品和演技都是有着高度赞赏的，所以他一定是相信周杰的。此外有合作过周杰的导演也曾说，周杰是一个不喜欢对外界进行回应的演员，因为他觉得回应没有用。言外之意，琼瑶和导演对周杰还是很认可的。琼瑶说周杰在拍戏的时候对拍戏非常的认真，甚至一切都追求完美，在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会对一些细节要求重拍，导致剧组其他成员不满。更是在拍戏收工之后，有一次周杰载着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回家，由于太累，周杰差一点撞到桥墩，而其他三位都在熟睡，所以周杰将此事告知了琼瑶，琼瑶要他以后夜间不要开车了。这一事件让林心如、苏有朋觉得是周杰不愿意载他们了，所以大抵也是有一些芥蒂的，不过周杰却从没解释过。周杰也曾自曝在剧组中曾帮助过赵薇处理状况，可见其还是很乐意帮助人的。不过不知道林心如和苏有朋现在会作何感想呢？是否会对周杰